mean. Think about everything till the sun rises. And every time I'm alone, I call your name. Been 3 years, still long for you. These restless times that I've been through. I look to the sky and I call to you. Can you hear me? The moonlight shadows on my pool getting older. But I call to you, cause you're my shining star.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 Post Channel。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按赞、订阅，然后加分享，然后可以开启小铃铛，对，才不会错过更多关于改装车辆的讯息哦。对，那我们今天要采访什么车？我们今天采访我们现在镜头这一台 G30540i。这一台也是有幅度的改装，超漂亮。对，那我们等一下介绍重点呢，会先从它的外观，然后再从它的内装。那有看过我影片都知道哦，我之前有一台 G30540。对，那这一台比较特别的是，这一台是它是四驱版本的540哦，我那部是后驱版本的。那因为我也开过一阵子的后驱版本的540，所以呢，我今天试驾的时候我会特别就是介绍一下说四驱版本跟后驱版本的540到底有没有差。这台的外观可以看到一组 BC 20寸的铝圈，单片式的铝圈，对，然后它是 Alucon， 对 ，Alucon 前六后四，前面 RC6， 对，后面是 RC4， 那我们等下去看后面，对，前面的话 RC6， 然后六活塞的卡钳配上Alucon 专属的鱼钩盘，对 ，OK， 那我们现在开始从后面哦，对。后面的部分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一组 RC4 的卡钳。那因为这台车是电子手刹车，所以呢，它还有改一个日本的电子手刹车卡钳，它叫 Belief。对，它的完整度非常高，对，然后妥善率也很好，对。所以如果要改后面卡钳的朋友，然后他刚好你们车有配到电子手刹车的话，这组卡钳是可以做考虑的哦。对，那后面一样是20寸的 BC 单片式铝圈，然后配上 Alucon 的 RC4， 然后也是专用的鱼钩盘，对，对 Alucon。然后我们看到后面这台车，其实车主蛮低调的，因为其实它这个排气呢，它是有做升级的，它是做一组那个 Tuner 的排气管，也是带阀门的排气管，对。OK， 那我们看一下。后面有个小鸭尾，也是正全的，对，正全 Future Design 的 Carbon Fiber 小鸭尾 ，OK， 这台车完整度很高。然后还有一个重点是它的底盘，它的底盘的话，我们现在也看不到，其实它是改一个 KW 的 V3 避震器哦，对，跟我那部后驱的540是一样的，是一个 KW 的 V3 避震器，对。那因为这部车其实它要选配，因为这部车其实它是大满配的车款，所以它其实原厂有选配电子悬吊。那因为它改了 KW 的 V3 避震器呢，所以它把电悬的部分给废掉了。OK， 那我们现在来介绍这台车的内装。对，这台车的内装的话，我们先把车发动好了。对。哦，可以看到 Tina 的排气声音其实是蛮好听的。对，我们这台车内装有蛮多重点的，我们先一个一个来。第一个重点呢，这台车是一个满配的车款，对，它是一个满配的车款。怎么说？这台车，这台车它有一组，它有选配 Napa 的座椅，所以呢，它还有加热跟通风的功能，对。然后另外就是说它还有按摩的功能，对，它这边像我那部其实它就是没有这个按钮了，对，它是一个按摩的功能，那按摩它可以分段数的，我们可以按这边像是三段，然后我们再按一下变两段，然后它自己的 Napa 座椅它会帮你做按摩的动作，哇，超舒服的啦，对，超舒服的，如果未来有入手这台车的车主可以考虑一下选择有按摩座椅的车款，哇，真的是超棒的，我那部就没有，对，然后一段，然后每一段都其实段段分明。OK， 那我们看一下 Napa 座椅，它的菱格纹就长得很不一样。像我那部它是舒适座椅，对。那540呢，它总共有三种座椅可以做选择。
一个是跑车座椅，跑车座椅的话它就是比较薄一点点，然后再来呢，它就是纳帕座椅，然后还有舒适座椅。纳帕座椅的话，你看到它这个菱格纹做得很漂亮哦。对 ，OK， 然后这台车车主呢，还有做选配，就是它的空调部分。你看它空调是一个液晶屏幕，跟我那部很不一样。对，它液晶屏幕的话有通风功能，哇，通风功能超棒的啦！真的觉得台湾这个天气超级适合通风功能的，超重要。算然后加热，其实加热用不太到啦，对啊。OK， 然后它的旋钮呢，跟我那部也不一样，它是陶瓷旋钮，对，很漂亮，黑色陶瓷旋钮，对。然后再来就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重点，它这台车还有改一个什么水晶排挡头。那水晶排挡头的部分的话呢，它在 BMW 在 X5 上面才能做选配，好像是 X 系列可以做选配，那 G35 系列的话，我记得是没得做选配哦。所以它这一台车是另外外改的，那很漂亮，可以看到里面有个5，对不对？有看到吗？这有个5，对，它是水晶的排挡头，超漂亮的。然后另外还有一个陶瓷旋钮，对，这部车有另外改一个陶瓷旋钮，很漂亮，就是它是亮面的这样子，跟我那台差很多，我那台是雾面的，对，它上面也是有手写板，然后它是整个是陶瓷的旋钮，很漂亮，对，然后。这个我不知道晚上 会发光我觉得应该是可能会，可是真的很漂亮，对，很有质感。然后这台车车主还有另外在内装里面做升级的动作，他把内装的部分呢包成法式黑，对，内装的部分全部都是包成法式黑的，非常漂亮。对，然后还有一个重点，我刚刚介绍外观的时候，我说到这台车其实有选配电子悬吊，那我们怎么分辨说一台 G30 540有没有？选配电子悬吊，可以看到我们这边有个 active， 对不对？有没有看到 active？ 它是其实是一个按键哦，其实它是一个按键，对。可是呢，因为这台车它是改了一个 KWV3， 跟我那部540一样，那它把电子悬吊的部分已经废掉了，所以它现在是一般的，跟我们一样是一般的避震器，没有做电，没有电旋的部分哦，对。然后一样就是 Sport Comfort Eco Pro， 对。一样的东西，那只是它这边呢多一个 active 按钮，按 active 按钮的话，就是有选配电子悬吊电旋的车款才会有的按钮哦。OK， 然后我们大致上这部车，内装大概讲解完了，对，讲解完，然后我们等一下就是会道路试驾，来变跟大家评测一下说540 G30这部车。它的四驱系统跟它的后驱开起来怎么样？因为这台车的引擎配置啊、动力配置，还有它的硬体配置，其实跟我那部很像，所以我很想把这部车跟我之前那部车来做比较，因为我想蛮想知道说，我相信很多人啊也想知道说后驱跟四驱的 BMW 开起来到底怎么样。而且差异到底有没有差很多？对 ，OK， 那我们啊，对，我们看一下引擎室的部分。OK， 我们看一下引擎室的部分。我们看一下引擎室的部分。引擎室我们可以看到一样一组阿尔玛的碳纤维的集气箱。然后一个 FTP 的涡轮管，跟我那部很像，一模一样。然后阿玛的卡泵的集气箱外盖，对。然后这台车也是写了一个那个 A2 Performance 的 Stage 1，所以跟我那台的程序是一样的。那硬体配备的话，一样有 FTP 的涡轮管，也有阿玛的卡泵空滤组，对。所以呢，这台车唯一跟我那部的差异呢，就是它是四驱，那我那部呢是后驱，所以。真的，我觉得，可以评测一下，说四驱跟后驱的 G30 到底差在哪里？对 ，OK， 那我们等一下路车见喽。OK， 那我们现在要来就是试驾这台四驱的 G30 540。对，那之前看过影片的朋友都知道，我有一台后驱的 G30 540。
那这部车呢，为什么我会想试驾？很大的原因是因为这台车其实改装幅度跟我那一台基本上说可以说是一样啦。对。然后我们在今天试驾的重点主要就是介绍说四驱的 BMW 跟后驱的 BMW 到底有没有差异，还是说它只是空口谈，然后增加油耗而已？对，因为主要是四驱哦，我们在操控上面其实应该要有很大的差异。对，那我们等一下试驾的时候会一起跟大家解析一下。然后这台车一样就是动力幅度的话，一样是有个 Stage One， 就是跟我一样是 A2 Performance 写的 Stage One 程序。然后还有一个 Tiner 的排气管，对 ，Tiner 的排气管，这是它的遥控阀门。对 ，Tiner 的排气管声音也蛮炸的，现在应该是关阀门的状态。那我们对 ，OK， 那我们等一下试驾，我们再分享一下心得。对，那我们刚刚其实我刚刚一接触这台车的时候啊，能感觉到的是这一台四驱系统在转向的时候确实比后驱的还要灵敏很多。对，所以你可以感觉到它的灵敏度其实是有的。对，然后等一下也会让大家听一下这台车的排气声浪，在开关阀门的时候，因为我那台车我是改那个 FI 的排气系统，那这台车它是改 Tiner 的排气系统，所以我们可以感觉一下差异。哦，这台车真的是四驱系统完全不会打滑。那我们。我那台车是后驱的，所以它其实马力写完一节差不多在400匹左右。那400匹的话，其实它在油门大补的时候是会有一点，就是后面会有打滑的现象。但是因为我那台它是我改到21寸，然后后面有295的胎，所以其实还算蛮稳定的。只是你的 launch control 在准备要弹射的时候，其实也是会打滑。对。那这台车其实我刚油门一踩就觉得说，哇，这台车是稳稳的贴在地面上冲那种感觉，就是这是四驱系统啊跟后驱系统差异非常大的地方。对，然后这台车也是一样一组那个阿玛的进气套件。那阿玛进气套件的话，我们可以也是一样可以跟我那一部一样可以听到就是很重的吸气声，就是你在踩油门放油门的时候会有一个吸气声，那吸气声其实蛮好听的。对啊，我看路上怎么会有一个脸盆。 OK， 那因为今天车蛮多的，所以我们其实在试驾的时候啊也没办法开得太快，就是在速限以内超级以内在做试驾。对，其实它 Tiner 的排气管车内共鸣处理的还不错，我觉得比 FI 的比我那台 FI 车内的共鸣来的少很多。哎，对啊，真的少蛮多的。现在应该是开阀门的状态，我看一下，就是 off 看看。哦，对，我们刚刚在关开阀门的状态。那开关阀门的话，也是跟 FI 一样，就是都没有声音。车内就是跟一般原厂车一样，那我们现在试试看开阀门。好，开了，可以。那我们现在就把行车驾驶切到 Sport 模式，那我们切到 Sport Standard 就好 ，Standard 就好，就是一般的 Sport 模式。毕竟一般道路超驾，我们还是不要把悬机关掉会比较好。对。那我们等一下可以大概试一下，因为这一台。它避震系统也是改了一个 KWV3 的避震系统，然后它的铝圈呢，它是20寸。对，我们刚刚讲解外观之后讲到，可是还有个很大的重点，我那台车没有改的，它这台车后面有改一组对视的卡钳 ，Alcon 的对视卡钳，对，它是 Alcon 的 RC4， 然后前面是 Alcon 的 RC6。那 Alcon 的卡钳的话，评价不错。
对，那我那台是改 Brembo 的GTR M6 镀镍那个卡钳。雷达镭射长出。对。然后这一颗卡钳呢，其实它就是所谓的黄金比例哦，前六后四哦，前面六活塞，后面四活塞的黄金比例。那它在高速，然后要刹停的时候，其实它的稳定性是粘在地板上在停的，不会像我那一部其实就有一点，因为我前面是大六活塞，然后后面是原厂卡钳，然后也没有加大碟这样子，所以我在刹车的时候其实是会有一些小点头的现象发生。那这台车它在刹停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哇，它整个是停住都没点头，那种感觉真的是很棒。对，而且在加速也是非常快，哇哦！你看到这一台车，真的是加速的质感非常好，加速的质感真的超好的，四驱系统啊，真的很稳定。对，只能说 BMW 的四驱系统是真的是有差异的，不像是其他系统可能比较没有差异这样子，它的四驱系统是非常有感的，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感觉出来，四驱系统很有感。对啊，因为它的转向的灵活度，还有整辆车在循迹的稳定性，甚至最重要的重点就是在我们现在是在台中的七四，对，那七四上面我们都可以知道，上面有一些伸缩缝。那我那一部车，我不知道是不是避震器调的关系哦，还是因为四驱系统的关系。可是这台车的避震器系统其实调的软硬适中，跟我那一台其实还蛮像，因为毕竟我们是同款避震器嘛，都是 KWB3。但是它的四驱系统让我们在过伸缩缝的时候是很稳固的，这样过伸缩缝，甚至我们如果在伸缩缝上面不小心踩到油门，像我那台它是会打滑，对，就是油门很补充一点，在 Sport 模式下面，因为 Sport 模式它的增压值会打高嘛，对不对？然后油门反应变很灵敏，所以其实我们在 Sport 模式的话，踩到，可能踩到一些地方比较滑就会打滑。那这台车它是完全就是没有打滑的迹象发生，在加速的时候是稳稳的贴在地面上的，对啊。可以说 ，BMW 的 xDrive 四驱系统真的做得不错，对啊。然后还有这台车有个重点是，我是觉得哇 ，G30 每个车友一定要选配什么？选配按摩椅，因为我觉得我那台就没按摩椅，但我觉得按摩椅真的是超级实用。还有通风座椅，因为台湾真的太热了。对，我那台也没有通风座椅，所以蛮羡慕这台车的车主的。对，在外面现在33度、31度的情况下，还有通风座椅，然后就觉得背凉凉的，开起来蛮爽的。对，然后按摩也是，你在开长途的时候，哇，是一种享受。对，这都是在总代理的 G30 上面你找不到的，真的是很棒。对，因为我自己拥有过，上一部视频我也知道，因为那台车已经卖掉了，对啊，卖给一个很爱车的朋友，对啊，然后蛮感伤的啦，对啊，那真的蛮希望说，就是有想要买 G30 的车友，甚至一些朋友，如果看我影片的话，就是可以知道说要选备什么东西，因为我是前任车主啊，我很了解说这台车真的是有些东西是必须要选配的，对啊。像其实这台车大满配还有一个5 AT 系统，那是那这台车5 AT 系统的话，也是我那台没有的东西。对，我那台也没有5 AT 系统，就是所谓的自动跟车。那我们现在最新的2020叫5 AU。它在加速的时候好灵敏啊，而且它在刹车的时候真的是贴在地板上刹车，整个很棒，真的。我那台车还有一点迟钝的感觉，因为你后轮驱动就是会有点迟钝，那四驱的话就是非常直接，四轮一起冲出去，超棒，超棒。对，它在调配上真的很棒，差异很大，真的很大。很漂亮，真的太美了，这台车很均衡又完美，而且它改完其实在
我们再开起来哦，避震器软硬适中。虽然我是不知道电子悬吊，原厂电子悬吊不知道好不好开啊，可是我觉得 KW-V3 给人的回馈感是可以的，因为整体操驾的感觉非常棒。对啊 ，OK， 那我们这部车的介绍我们就到这边。那喜欢我们的影片，记得按赞、订阅，然后开小铃铛，才不会错过我其他的改装车辆的影片。那我下一台车呢，即将开始改了。对，东西差不多快订完了。对啊，然后我们期待一下开箱。OK， 那我们下次见喽，拜拜。